他想把我们两个拆开。哎，怎么可能？一点小九九呢？好精打细算。好，节目组为什么一直没有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？是因为太可怕、太强大、太厉害、没不得了。还有谁？千万别让邓超、陈赫同台。场面一。恋人总共有四位，所以你们八人要分成四组。哦。睫毛分吗？今晚就圆，今天分吗？行啊，我选你。哎呀！娜娜，啊、选邓，选邓超，选邓超获胜几率大。是选人了吗？选邓超获胜几率大，相信我。聪明这样的，陈哥担心的是什么？我们两个一旦在一起，这个厉害啊！他想把我们两个拆开。怎么可能？一点小九九呢？好精打细算。好，节目组为什么一直没有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？是因为太可怕。